我是市长候选人苏焕智，我主张成立台南市银行，结合最新的数位智慧科技 FinTech、InsureTech 来推动照顾弱势者的政策贷款，例如以房养老，帮助长辈有稳定的财源可以生活，也帮助年轻人有更方便、更低利的青年创业贷款，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保障，以创业环境来振兴台南的经济。我是苏焕智，幸福首都，换你做主。